来，掌声鼓励。同学，今年我宣读一下今年的字好吗？在这里宣读哈，我们校长当代表，好不好哈？毕业生陈龙串校长以教育为终生志业，奉献信台，在景星服务七年间，兢兢业业，坐育英才，诲人不倦，深受全体亲师生爱戴，今奉准转任他校，不是退休啊，另外几位老师是退休哦，仍免予同意，并颁予特级毕业证书。好，我们请督学帮我们颁奖，颁发证书。希望每次按摩舒压的时候都要想到景星哈。